那个写的是9点到23点不能停 ，except 你有 permit。他有一个 April to December， 那个是要铲雪的时候，现在已经过了。April to December 怎么会是铲雪？The destination is on your right. 他们是在等这个啦 Avenue 吗 ？Arrive. 现在在爬这个皇家山 Mount Royal， 然后准备去一个瑞士的小屋。什么？皇家山。好，来结束。看，我们经过这个3分钟的步行，我们就已经爬到了山顶，来到这个瑞士的小屋，超级大的小屋。我们现在吃一家慕名而来的店，吃猪手。现在才6点，超多人了，已经天。这个地方根本就没办法找停车的，整个街上全部停满，而且都是住人的，就是住在这儿的人停的，根本找不到停车。早上我们想吃的那个地方，它
起码有50个人在排队，然后就没吃上。现在这个就必须排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我们失败了，他这个餐厅不接受 walk in， 他只能预定。然后之前我订的一家餐厅又取消了预定，所以今天就不知道吃什么，特别的尴尬现在。这家真的夸张。在蒙特利尔学会的事情就是不定位是吃不上饭的。可以啊。就是正常的日本菜都这样吗？中国人开的日本菜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蒙特利尔。终于坐下来了，走了1个多小时，找了1个多小时，忘记拍就迟了，现在已经这样了。我们吃完了，对这家法国餐厅非常失望，非常非常失望，吃的不是很好吃，还非要跟你讲法语，显得你很捞。而且是 Happy Birthday 叉叔。对，走这儿。哎，这个酒吧街气氛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他妈的每个人都说法语。哎，说他妈的我怎么解释？我们现在说话其实听不见吧，还是一个人。像汪吧，声音是这么多人，这是个公园吗？夏天你经常晚上在这什么露天音乐会乱七八糟的，晚上就夏天是没有活动时候，走这附近全是麻味，露天聚众吸麻。好吃吗？对呀，不好吃，我不爱吃。